相信真实的科学证据，我不会受烟商左右。我拒烟，我骄傲。董事基金会义工陈汉典，让我们一起摆脱一手烟、二手烟、三手烟的危害与困扰，祝福大家都能够更健康、更快乐。当我低潮，心里有个洞的时候，身体动起来，快乐就跟着来。快乐的洞，我忧郁的痛。人生就像攀登一座高山，不论你有多大岁数，用自己的方式征服心中那座山，接纳心不受限，和您一起共同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。吃的每一餐都将决定你的最后一餐。到了中年还吃不对，可能影响晚年生活。